前一阵子也有讨论到说这个轻轨这个列车它的这个各站的这个这个站体的艺术，那我们也希望说捷运局这边呢确实的落实这个在地艺术融合到我们淡水轻轨这方面的这个具体的政策哦。那我相信这个公共艺术也是我们淡水很重要的一环哦，所以再麻烦我们捷运局帮我们淡水居民加把劲哦，谢谢。谢谢郑议员带来的祝福。接着让我们邀请我们的老议长陈信进议员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大家是不是再给我们的议员一个热情的掌声？刘市长这个也是，他是我的前辈了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几年。那个我们的李市长李议员，还有我们正大理乡郑议员郑议员，我们各位在座的里长，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大的这个功劳是那个最整个新北市的，不只是说淡水但是淡水轻轨对整个三环三线的整个一个那个捷运系统的整个一个规划推动到施工，我也是做工程的，我非常的了解，在施工当中难免因为呢这个工程的浩大，可是呢它一直在克服的话，能够呢让那个我们淡水的轻轨能够顺利来推动，在107年能够如期的完工。因为淡水地区呢不只是说一个悠久，还有一个历史，尤其呢一个文化可以说是知区了那个不只说有山有水可是呢人口也渐渐的来增加对整个运输跟观光的一个兼顾的话，都有呢那个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我们那个淡水的轻轨，尤其呢更让我们国人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车国造 MIT 这个形状是我们德国的我们跟德国来合作的，不只说在车头跟车厢都是一系列的那个由就是我们台湾跟德国来共同来合作尤其呢这个是我们也是头一步的我们国车国造，现在呢大概在用的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日本系统的是最多，尤其呢三环三线现在即将要通车的那个桃园捷运呢也是日本的卡山做的，我老早已经两三年前我去参观过了，我们呢希望呢那个在我们理事那个朱市长领导之下，我们的那个捷运局的我们的团队大家配合我们的营造厂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是说安全那个如期来完工今天呢是我们淡水的一大的喜事，在此呢祝我们各位那个我祝我们工程的顺利我们即将新年来临，祝各位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再次掌声感谢议员为我们带来的祝福。好，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祈福活动了。跟在还在安排场地的时候，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今天所有来各位来现场的贵宾非常的多哈，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但是有一个人我们一定要讲哈，我们刚才陈前议长有跟我们说有一位吕子昌吕前议员，可是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时候他有一个更大的事业是这个淡水信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哈，那当然他也是吕顺麟吕立伟的父亲，是我们的尊公，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啊，我们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有很多也是他给我们的协助哈，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是不是也请他给我们讲几句话。
掌声欢迎我们的吕子昌理事主席。李副市长，陈议长哈，郑代议员，郑议员也区长，各位长官了哈，各位工程单位的长官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感谢了哈，感谢了哈。今日这个通知我本来唔知影，张立波，咱是捷运局啊通知我，讲李副市长啊指定要我特地邀请我今天来参加了，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哈，李副市长这么重视我了哈，伫这所在我就这个所在甲大家做几项这个报告，即个讲一寡代志咧吼。第一项，本来早起，咱淡水有两大个建设，一个就是轻轨捷运，一个是淡江大桥。早上本来大家刚才有介绍，都说立法委员李孙莹怎么没有到现场？今天立法院在针对淡江大桥有一个专案的一个检讨，那他特别的去关心淡江大桥的事情。我说你在立法院，他说他在立法院一定会全力督促行政院完全支持我们新北市政府赶快把淡江大桥能够如期或提早完工，这一点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谢谢大家。第二点，我借这个机会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在议会的时候，有关淡水捷运的事情，那有很多的人，有些人在选举的时候就一直讲说我反对这个捷运，其实大家，我到今天还有一点遗憾啊，局长大概也知道，市长副市长也知道，本来这个捷运当时吴敦义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我们的在地的立法委员吴玉生就是建议行政院从这个捷运就是由红树林直接延伸到淡海西市镇，我说这个政策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如果从捷运直接延伸到淡海新市镇，以后要延伸到八里或往北到三芝，这个捷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平均时速是60公里，那轻轨大概是30公里左右，哦，那如果说今天是捷运直接延伸的话，我们今天淡海新市镇啊，这个捷运可以上车直接到101下车。但是现在这样就要到红树林再转换，那没关系，当然所有的建设我们都要全力的支持。那我今天听了简报之后，我也很高兴有两个重点，我刚才就说这个轻轨，那么过去跟那个李副市长到克罗埃西亚去考察的时候，有兼顾到一些观光啦、艺术啦，哈，这个我想李副市长也有很有远见哈，这个将来要怎么去做，然后配合我们淡水这个这么悠久历史的城市哈，那配合观光啊历史，然后再去发展。那我有一个建议说，这个平均的速度是不是能够再加快一点？那把这个车程的时间哦，然后再浓缩一下，好，然后在这个整个施工的期间，我在议会也是跟局长，当时他赵局长是担任交通局长，我说施工期间哦，你要有配套措施，你跟我说没问题，还好早上李副市长从板桥关渡大桥到这边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好，那没办法，所以你跟我想说会很好，我说你要再加油。那我们早上新春街，我的助理新春街到红树林开一个小时，所以有这一点我们希望拜托哦，这个交市政府这样就在平常这个流量上怎么去管制。那最后一点我跟大家报告，刚才局长，我感谢局长给我这个机会哈，这个捷运他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私底下找我，我负起这个报告，我没跟你偷功劳啊，伊甲我讲吼，我一日拢转咧甲支持，拢转咧甲斗三工，无咧离误会啦吼，这阮两个知影着，伊工程中间有使用一寡有诶无诶迄个停时啦吼，还是讲要用土地的代志吼，时间无，我拢全力支持，所以这点大家唔免怀疑吼。上重要的讲，咱感觉讲，我今日我感觉讲，咱这国车国造是足好的。咱你记得讲，较早台北第一条迄个捷运的时候，新建线，咱咧叫迄马特拉，
把你调调到尾啊吼，伊无爱工，你工程费哦，机械要把你起价，偌济把台湾当作提款机，所以讲到尾啊，台水币市场客讲马退啦，不拉我们自己啦，啊足辛苦的，啊即马真好，即马即咱国造吼，咱技术甲吸收。以后在维修方面，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经费，这一点我要向表示向市政府肯定的地方了哈。国车国造以外，除了讲为了后摆维修，会当佫创造就业机会以外，佫会当予咱政府省真侪钱，这点一定要甲市政府拍一下扑啊，甲加油一下咧。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一点啦哈。啊，祝贺咱今日的这个典礼啊圆满成功，同时嘛，咱嘛有奖这个。捷运哦，轻轨捷运哦，做落了会当好带动咱捷运的发展，啊，让如期完工，提早完工，啊，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再次掌声，谢谢吕理事主席，谢谢您。好的，各位知道我们的那个淡海轻轨预计在107年完工，而现在呢，所有的工程已经完成了将近五成。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长官和贵宾到台上来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重要的活动。大家有看到这个打气筒吗？没有错，待会儿呢，我们要一起来帮淡海轻轨打气加油。所以现在呢，麻烦唱明道的长官到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完成打气加油的祈福仪式。首先，让我们欢迎新北市李四川副市长、新北市议员郑代立香议员、新北市议员郑宇恩议员、新北市议员陈信进议员、淡水信用合作社吕子昌理事主席、中国钢铁副总经理陈庆忠副总经理、中兴工程顾问公司邱林斌董事长、亚兴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莫若吉董事长、淡水区乌宗仁区长，以及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赵少廉局长。好的，请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哦，待会儿呢，我们321倒数之后呢，就大力的吼、哦、压下去，我们一起来帮淡海轻轨打气加油。但是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很认真在打气的时候吼、哦、也要保持微笑，保持笑容，同时眼睛看着前方，因为大家看到前面有非常多的相机、非常多的摄影机哦。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2、1，加油加油！各位看到我们中间的天灯已经逐渐的在升起了，各位贵宾请用力的加油加油，眼睛看前面，保持微笑哦，1、2、3，笑一个，一边笑，好开心哦。哎，左边的长官非常的卖力，右边的长官请加油啊，太好了，我们的天灯，哇，请各位给我们的天灯轻轨，幸福新北，期盼了这么多年哦，终于，我们请各位长官是不是往中间靠拢一点哦？来，我们往中间靠拢一点，好，来稍微侧身一下，好，我们来合影哦，来，好，请稍微，好，侧身，保持侧身，好，好，先看正中间，好，1、2、3，下一个。
轻轨的列车首次呢在淡水跟大家见面了。好，那么我们在台前哦，麻烦各位尽量侧身，好，往中间稍微侧身一下，让我们所有人呢都可以进到画面里头哦。来，但是我们再稍微侧一点，这样可以再挤多一点啊。来，好，先看正中间哦，比个赞好吗？淡海轻轨赞，一二三。好，那我们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一二三，笑容赞，非常好。好，接着我们给右边的媒体朋友一个时间哦，来，一二三，赞。好，我们再看中间，好，中间的摄影大哥啊。来，上来淡海轻轨，赞！好的，谢谢各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哦，由我们的李副市长哦带领我们所有的贵宾一同来参观这一台 MIT 国车国造的淡海轻轨哦。好，请副市长跟随我们工作人员的领导。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各位的贵宾说明一下，我们待会儿呢，各位也可以跟第一号跟第一组一起上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台湾轨列车。同时，现场呢，各位租马区我们有提供这个车点给各位参观，然后把我们的福气，把我们的喜气一起带回家。我们首都进来是城，可以看到车上面跟沙发一样的，一样是蓝色的。那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在稍后等一下，先不要欢迎到我们的春华区哦。然后我们的春联稍后会再安排各位跟陆地上车参观，好吗？同时，今天现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VR 虚拟实境体验哦。各位可以透过 VR 虚拟实境的体验来抢先看看我们的车价和车辆。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在第二区通通都提供给各位哦。那请各位乡亲父老稍候一下，待会儿工作人员会引导您，我们可以分批进到车厢里头来参观。现在是充电状态，没有顶上没有电，但电池电力。哦哦哦，那我们现场呢，因为天气非常的凉。
有提供60给各位享用。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是你的热烘房的话，然后提供60给你们。对，就是。现在我讲了，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我讲了哈，你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就很宽的，对了，或者打开的时候，原来乘客就可以需要的话就把它这样的话就是选这个飞机的一个消耗，有需要的人才看，我来看看这个，好，行，差不多1.8亿，其实都没办法，跟你的身高一样，开放权限才有这么大。好，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多功能区，一方面可以放脚踏车，上面轮椅啊，也可以就是做固定的去拍一个外面。就对了。来加油，加油！然后看到网络有很好的那个安全哦，这样，现在都用网络了，还敢加油？尤其上下车门的时候，但是基本上你会用到，因为它越来越高的，这个其实是发生在，比如说在市区，就是我们的市区。那边也是同样的，就是一列
两辆脚踏车两个。对。我应该说这里的规划，就是如果你是昨天的，就可以规划。可是你的脚就是没有折叠的嘛，这个空间的。这可以，所以你可以并排放，因为你这个放并排可以。哦。谢谢了，谢谢了，再跟我们请教，好不好？哎，是不是？阿五是刚到澳洲的老黄，嗯，和我一样。哦，但是你要给侬安排啊，不是换不到啦，啊，是，嗯，这边有弧度是因为底下有电梯设备，还是因为在这边设计是地底？因为地底，然后那中间底下是转向架，转向架其实反而会有点高一点，有点弧度，所以要转向架在那里。不需要那个。谢谢谢谢。
先去上面做个假来。这样打到你，没给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给你。
了。